35,000 square feet，你可以做啲咩？喺澳门买到个车位，喺横琴你买到最细个嘅商办。今日嚟到珠海，我带大家嚟睇一个容积率极低嘅纯住宅三房。 今次介紹俾大家嘅呢個靚盤係澳門唯一央企南光集團喺珠海嘅樓盤——南光柏岸。首先講一講發展商先，佢係澳門南光集團、澳門九成嘅民生領域其中包括我哋煮飯用嘅石油氣、食緊嘅豬肉，甚至係理部車入緊嘅油，都係佢哋經營㗎。南光集團係一間非常有實力嘅央企，有別於國企同埋民企。央企係直接隸屬國務院管轄嘅，簡單嚟講就係一個信心嘅保證。講到咁正，我都好心急想去睇現樓嘅示範單位啦。 大家好，我系好耐屋嘅Kathy，今日要带大家睇一个956尺嘅三房两次超大单位。入到嚟呢度玄关啦，我哋望下右手边就会有一个非常之大嘅窗台，嚟到呢一边仲有一个凹陷式嘅玄关可以俾大家做下柜啊，然后放下鞋啊。你想放啲咩都可以。嚟到呢一度啦，我哋行前少少咧，成间屋嘅通透度都非常之高嘅，因为全部都系368尺到有窗噶。带大家嚟睇一睇个厅先，喺呢间屋里边竟然仲会有一个300尺嘅大厅，咩话？连呢个向东南嘅大露台都系松嘅。 嚟到我嘅厨房啦，我哋嘅交流标准包括有橱柜、抽油烟机啦、明火煮食炉、洗碗机，望下上面仲有个先锋抽气啊，几大油烟味都唔怕。嚟到呢个向南嘅主人房，你睇下几大，真系好舒服啊！ 客房部分我哋都系望住湿地公园景嘅，系真正嘅一面城市一面森林啊！嚟到我哋干湿分明嘅客厕部分，交楼标准仲包括一个四合一嘅浴霸。究竟四合一包括啲乜嘢？我哋可以睇下佢有照明啦、换气、吹风同埋取暖嘅功能嘅。 中意细啲单位投资嘅你，呢个楼盘仲有800几尺嘅细三房噶，一样都系户户向南，有露台，全屋采光充足，独立厨房系采用砖角身乜都有嘅实用 U 型设计，中意嘅话仲可以加多个趟门，加埋先锋抽气嘅加持，简直系如虎添翼啊！嚟到三个房嘅部分，示范单位就做咗两个睡房，再加一个工作室，厕所有窗之余都做到干湿分离噶，系咪一样都咁优秀呢？设计师将客饭厅一体化。 打通咗两个原本独立嘅功能区，大大咁样增加咗成个空间嘅宽敞度。带大家睇翻个位置，我哋由广珠澳大桥出发，经红鹤大桥就可以直达湖心路啦。车程都只不过系半个钟啫。楼盘坐落喺珠海西部中心城区主干道嘅湖心路上边，距离即将落成嘅香海大桥只系350米咋。即系话之后去香洲嘅时间就会大大咁缩短啦。留意翻香洲嘅楼价已经突破咗4万啦，而横琴仲要已经去到6-7万添，咁呢度只不过系19,000蚊起，系咪非常之抵呢？ 唔好睇佢楼价咁平，周围嘅设施都系非常之完善噶，有大医院、27间学校、4个商场、4个湿地公园，连普通做运动嘅体育公园都有12个。睇完咁靓嘅单位，如果有兴趣嘅话，记得联络我 Kathy 同埋赞好好耐屋嘅专业啊！我哋好耐屋每周都会定期推出唔同嘅资讯系列，记得赞好我哋嘅专业 YouTube channel 同埋微信影音号啦！